很多个2到10年的夜晚，我都把时尚玩家还有 YouTuber 介绍的看起来我会很爱的美食记下来，打算回台湾之后要吃。于是等到我真的回台湾之后，我大刀阔斧排了4天3夜去台北吃东西，住东门3号胶囊旅馆，早上9点就先买放包包，柜台他小迟到了一下，但真的只是小小迟到。放完包包之后，第一站是阿宗面线，我还没有吃过阿宗面线说，但我蛮爱吃大肠蚵仔米刷的，又很好奇阿宗到底是多好吃，因为观光客都那么爱。2022年9月14号礼拜三早上9点半的西门町没有什么人，好期待呀！哇，看起来好浓好格哦。我没有特爱九层塔，但像这种要半斤面线里的我是 OK。味道还不错了，普普通通，料没有到超多。下一家来到好像超有名的猪血汤，我超级爱喝猪血汤。我早上10点半到的，好像有点太早，但店家说可以开始点了。哇塞，超大碗的，谢谢。好开心，我真的超爱猪血汤的。我还点了排骨，因为排骨也很难自己煮。虽然我比较喜欢清一点的汤，沙茶啊、胡椒啊我都不爱，可是这碗的主角是猪血，猪血超过100分，超爽的，一块可以当2块吃。要不是排了太多待吃名单，我可能会点第二碗，甚至外带。这好像是中山公园吧，我有点不确定。总之我本来 map 上看到一块绿地，想说应该可以坐着休息，结果在施工。我下一餐是港点，所以要先去骑脚踏车消化面线跟猪血汤，所以我从大鼎猪血汤往最近的河滨区域移动，骑得好开心耶！ Yeah, 港点跟朋友一号在兄弟大饭店吃港点，我们好像是约了下午1点，当时人蛮多的，我好好珍惜双麒麟宝岛的美妙，我一整个狂吃，尤其是茶口味，到底是谁开发出茶口味的啦？出来，我请你吃饭。猫茶丁为什么只开台北？是不是欺负我们没有住在首都？看到这些蛤蟆，应该很明显我们在吃肉刺方，我快笑死！我跟朋友二号来肉刺方专攻蛤蟆，每次吃烧肉，无糖茶都会被我喝到浮一层油，简直是跟蛤蟆的约会，我真的觉得太好笑。太荒谬了，可是好快乐。当然肉也是吃蛮多的，可是因为肉会饱，蛤蟆不会饱嘛。而且我朋友超爱吃蛤蟆，我也很爱。肉刺方算是已经有名很久了，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吃。吃完烧肉就是要唱歌，台北好好玩。我先去成品买了甜甜圈，因为英国没有卖这个我最爱的口味，就是纯巧克力。另外在唐吉诃德对面也买了5同号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杯5同号，我觉得蛮好喝的哎。晚餐7点吃河掌村忠孝二店，好好吃，超级好吃哎，而且它有平日限定的选项，有够。赞，这个好像那个哦，真的好像，但好吃到炸掉，炙烧鲑鱼的油脂香味会在舌根爆发，香鲜软甜，生鱼片也超赞，手卷我可以再吃3个，口感浓厚，太好吃了吧！最后一个握寿司了，悲从中来，我下次还想要来吃。隔天 Good morning， 我是看美食节目知道这一家的，点餐的时候才知道还有卖我最爱的金针花汤，我超爱金针花汤，而且感觉不容易遇到卖金针花汤的店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。金针花吸饱风味十足的热汤，但完全不影响它爽脆的程度，这种食材特性无人能敌吧。以前阿嬷煮或是学校午餐或是便当店是金针花汤，其实我都想把金针花全部捞光，我是真的有办法吃那么多金针花，是真的可以。学校午餐热汤是真奶的时候，我都还没有那么想捞光珍珠，鸡肉就是还可以咯，但我比较喜欢那种肥嫩肥嫩肥到有些人会反胃的那种鸡肉。但因为山内我点的好像比较肉质紧实，所以我如果要再来的话，应该会点其他选项配金针花汤。马上到了，皇家香肠报道，欸，很夸张，竟然在排队，认真的吗？ Oh my god， 香喷喷，我超爱吃台式香肠，每次家里冰箱有一盒黑桥牌或嘟嘟好，我都要很克制才能不要一口气吃掉一整盒。贪吃的人真的很辛苦，无时无刻都在天人交战。香肠你好，我是台中人，最近特地排时间北上来把你吃掉，好好吃哦，就是高水准的夜市路边摊观光区香肠，赞赞赞。我真的很想吃第二根，但可能因为有点饱，我忘记了。总之最后只吃一根。继续来找双麒麟，我真的很像在跑双麒麟大地游戏。这家也超有名的，是很小的小店。下午2点的时候只有一组双人客人，还有我。听老板娘说一天只有一种口味，刚好我今天的是抹茶，而且昨天似乎是另外一个水果还是什么的。幸好我选今天来，因为我只最爱茶口味跟巧克力口味。好大杯哦，但蛮贵的。这杯我可以吃2只猫茶丁，所以我以后应该只会去吃2只猫茶丁。而且我好像都比较喜欢纯的 ，Costco 也只吃冰淇淋球，不会加料，极限。就是铁观音冰淇淋加布朗尼，可以感觉小凉院很用心，料很认真在备。吃完啦，回到东门站又买一杯，好夸张。因为我是看到雅尼克有伯爵蛋糕，结账的时候发现，哈，双麒麟鸡，雅尼克的很普，我下次会乖乖吃猫茶冰。我那阵子突然很追求以前小时候的泡沫红茶店跟简餐店，这些风格的店铺好像消失得很快，可是他们是我大部分的童年，就突然很感伤。然后本来有看 YouTuber 介绍
某家台北外围的泡沫红茶店，但我的行程不允许，所以就找到这一家。结果他们的珍珠还在煮，所以就买了野果。野果是不是也正在消失啊？好开心哦！跟朋友三号约吃意大利面，我也超爱这种每个人应该都吃过的复合式套餐型意大利面店。这种菜单也好复古，我觉得从众多选项里挑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盘，这种感觉很幸福，挑不腻。酥皮浓汤也是我的挚爱，但现在好像也越来越难吃到。哎，台北行莫名其妙变怀旧之旅。2022年9月17日礼拜六 ，Good morning， 今天回台中。我从东门站骑 bike 到永乐市场，早上9:20停好脚踏车，跟着大家一起排队。台湾人就是爱排队，但油饭没有排很久，而且店员人好好哦，以为名店很容易骂人。店员还教我怎么点，因为他油饭的单位好像是重量，因为我第一次买没有概念。后来好像买了3盒油饭、2只鸡腿之类的，打算带回台中跟家人分享。其实我平常也没在爱油饭，但美食影片看多了就会莫名想吃，还不错喽。主要是我很爱香菇，油饭的香菇更是另外一种境界，每嚼一口都可以嚼出浓郁的风味，碎片真的有种吸引力哎，走经过都会被吸进店里面。这家超普通又超贵，量又超少，碎片的韵味魅力感觉都被什么遮盖了，我才吃过。白掌村，你给我吃这个，我觉得不行，有副汤也不行，超后悔选了这家，超后悔进来吃，超后悔吃了它，超后悔。午餐跟家人一号约在素食泰式料理店，非常好吃。素食可以做到这种 level， 真的好神奇哦！而且我印象中好像没有雷的，他的泰奶好像用豆浆还是燕麦奶，我忘记了，是家人点的，我只喝了一口。但这家的料理确实比较咸，不是单纯下饭的咸。我吃饱撑着找了一家臭豆腐，结果没开，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对我吗？今礼拜六哦。一点哦，这样对吗？我心都碎了。收拾好心情，再来杯梧桐号。但我直到回台中才发现，台中其实也有。我以为它只有在台北。好开心，好开心！我又点了奶盖，好喝的奶盖，某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可遇不可求。店员手上这壶没有了，所以他换了一壶新的。台湾饮料文化实在是太神奇了，根本是火山爆炸之后直接自成一州哎。打算骑 bike 去机场吹冷气，用电脑上干净的厕所。但既然都到松山机场附近了，怎么可以不入猫茶店的门？这也太可爱了吧！绿色双麒麟，我应该是第一次吃红茶，这一次吃包种茶，这美味的程度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吧？联络一下联合国好吗？这么说好了，红茶我应该可以连吃3支，但包种茶我感觉我可以连吃4支，浓郁的茶香完全没断过。为什么没有大排长龙啊？拜托不要倒，拜托。晚上5点跟朋友4号约金星，又是咸水饺，哈哈。来餐厅吃饭就是要吃炒高丽菜，我去大埔也是点全高，这盘炒高丽菜真的是国宝。北车 ING 当然是来买甜甜圈 again， 就是你。为什么台中没店？为什么英国没有这个口味？我吃完金星之后是先回旅馆，去冰箱拿昨天的蛋糕还有早上的油饭，然后来搭高铁。台北好好玩哦，而且好好吃。很多朋友都在台北生活，这次4天3夜也是趁机约约。像朋友3号应该2年没见，朋友4号可能5年没见，会不会太久？雅尼克台中的店址对我来讲没有到很方便，所以几乎没有在吃雅尼克。我伯爵茶蛋糕都是吃向阳坊。哎，我先跟向阳坊说一声哦，你们不要停售伯爵茶蛋糕哦，听到没？我拜托你们。